穿上去整个舒适度非常有100分，然后我觉得它的挺度啊又很足够，就穿上去整个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比较少像这种的连身裤裙类的。重点是我的身高是163，好，那我个人的上半身比较偏长一点点，但我穿上这个完全不搭哦，所以我觉得它这无论正面、侧面、背面都是非常的显瘦。好，那这件的话呢，可以看到它是做一个这样翻领设计。我穿的这个是咖色，咖色。好，那它的配色上非常的柔和，非常有质感。里面的话呢，因为它是做这样交叠领设计，所以你要搭一个平口小可爱，或是背心，或是冷一点穿套头高领在里面都很好看哦。然后它是做这样子顺手袖的长袖设计，面料上非常的舒适，它是属于柔软型。不会厚重，然后也不会刺刺的，然后穿上去版型就非常的好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非常好，还附了一个皮带给大家。好，那跟大家说这个怎么穿脱，它的设计是这样子的，前面呢是做一个金扣设计，就是一个滑面的金扣，打开让大家看一下，这边还有一个金扣，然后加上拉链哦。好，那所以这样穿的话呢，非常的好穿脱，所以大家记得这个是裤头的扣子哈，那你穿上去之后就扣在这个地方侧扣，这边是做粘在一起的，有没有非常的特别？它是让你塑造出侧面就像裤裙一件裙子的感觉，那后面就呈现一个裤子的状况。哎，这 L 号可不可以穿？L 号哦，可能只能到小 L 号，小 L 号，小 L 号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我不系腰带的话，它是还是有点空间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大概预测都可以到小 L 号、嗯、对，那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它就是你平常如果介于 M 到 L 之间的还可以穿。对对，这一款真的赶快加好不好，不希望你们等到想要的时候都要预购了，穿起来就是这样小 A 字的，无论的屁股比较有肉的人或是大腿比较肉的人，它穿起来就是修身，它不是让你会卡住，就是卡屁股的感觉，完美的，非常的修饰的屁股，有没有？还有大腿，版型超好看的。对，它应该算是无可挑剔的一件连身裤，而且是毛呢的耶，有没有？今年我们还没有出到毛呢的连身裤，没错。所以呢，你们千万不要错过它哦，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值得入手。穿上去的话，大家都会觉得问你这件在哪买的，质感怎么这么好，很像穿贵的货。好，那这件是黑色，咖色的，我换另外一个黑。黑哥，你有觉得两个色很难抉择吗？有没有？我觉得黑色它的配色刷色上不会那么的格纹，不是那么死板，而且整个就是很好看，片的设计很造型，很加分。如果是裤子显得好像比较单调一点点，它的厉害就是做这样裙子的设计，这样超美的哈。无论黑色跟咖色，我觉得都还 OK。以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亮色系的人的话，我觉得咖色是蛮好看的。但是黑色因为穿上去，我觉得色其实穿起来也不错。然后它连皮带都不马虎哦，它的腰带都是做同面料的这种毛呢的面料哦。真的要赶快抢，而且质感真的加分又便宜。这个编号是06，来黑色跟咖色赶快不要错过哦，等你要买的时候都真的都要预购了，好不好？那等多久我们也不会知道，所以要赶快。黑色比较正式吗？其实稍微正式一点点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平常穿出门也不会到很。好像太过 OL 的感觉，因为它做格纹，没错没错，然后加上毛呢，好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不用太担心这个，看你们喜欢哪个色，好，要的话也赶快抢色，好，黑跟咖两个色。